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同学的作业，他的笔触处理得很棒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有很多交错的线条，然后他的线条交错呢，都会带着一种弯弧的感觉。哦，可能再这样子交错过来，哦，像他这样子交错过来，也许这样子交错过来，所以他这种交错的感觉。会带给我们一种物体是有一个转折的感觉哦，像它这样子，都可以透过笔触的方式来暗示我们物体转折的方向，这一点做得非常的不错。那我们来对照一下。这个同学他的体感也有出来，可是有些地方怪怪的。那我们讲体感怪怪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从结构开始谈起，因为你不先了解结构，体感就很难正确哦。我们讲最明显的鼻子的处理，我们来看一下太宰治他的鼻子。首先，他这里。会有点这样子，宽的窄的关系，然后这里呢，像这样，这里其实是一个这样，更接近这样子的组织，然后这边一个鼻中缝，鼻中隔缝，哦，这个是有弧度的。这边的鼻翼是另外一个类似球体的组织。等一下，过头了。哦，这个鼻子下面会延伸到下面嘛，然后这边才是前方的另外一块嘛，然后它们会接在一起，形成另外一个球体的组织，像这样子。哦，当然这也是带弧线的，这些都是带弧线的。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节点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处理像这样子，这边会，这个是提上唇鼻翼肌，然后隐约的会接到这边来，哦，这边还有另外一块，那当然呢，它的对面也是一样，所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。好。再来，我们看眼球，它这边其实是一个球体。这个球体被埋进去这个眼眶里的上方啊，上方这边是眼眶嘛，所以这个球体埋进去，但它球体的整个球面可以是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才会造成这边的阴影。球面，我可能这颗球画的有点多，先擦掉。球面应该是这样子，我要顺着它的阴影，这边应该是脂肪，所以它是这颗球是埋进去才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埋进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你画的鼻子是比较明显的问题哦。我们把颜色换成好，哦，首先这一块太凸了嘛，对不对？换一个涂层，然后把这个涂层先隐藏。把后面先消，我们先整理起一个大关系再说。好，当然这边都太深，
所以我们都先削弱，这边的对比都没那么深，然后后方也比较浅。是不是这样子的关系比较正确？然后这个线条不会那么深。好，嗯，这边的关系也不会那么深。然后现在把颜色再加深一点，大概抓回来一下。好，这样的脸型是不是比较接近太宰治？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一块。哦，一样，先把过头的先擦干净，才能重新处理。太深了，我再把笔换浅一点。啊，因为你这个灰阶有点过头嘛。所以我们先把它整理起来，让它擦，用先用有点像是用橡皮擦擦的松一点的那种意味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才来重塑它的体感。好，依照我们刚刚说的哈，它这边是，哎，我们把这个叫回来哦。它这边是有点这样子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只要你一旦知道造型，你要去塑造它，你就变得容易一点了。我们画的淡一点，但是隐隐约约看得到。好，像现在我就加深这里，看得到吗？加深这里，好吧？再一次，加深这里。卷深一点的，很轻很轻的加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怎么讲？现在我们要重塑这边的弯弧嘛。好，再来重塑它的弯弧，还有重塑这边上去的弯弧。在这里一点点灰灰的，好，隐隐约约的把这个鼻子的关系重塑出来，还有这个提上唇鼻翼肌这里，好，为了避免它整个对比太强呢，我们。调浅的，让它带出去，并且削弱一下暗部的对比，也就是这里的对比，稍微削弱一下，意思就是我们要让它存在，但是不要过头。存在这样的墙，这样的结构体，就是我们，等一下换一支笔好了，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得到的结构体，但是我们要让对比调到。比较微妙的色差就好了，不要过头。所以这是两种控制哦。第一种是你要看得到结构，就是我们这边画的这个，你要先看到它。第二个控制是你要让它色差是控制在微妙的、些微的小灰色，不要像一开始那样子太深。太强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是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判断出结构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它在这个结构你判断出来的状态之下呢，让灰阶控制在这个些微的小灰色。其他的都不错，其他的都不错。
我们就挑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。然后，当然你的高光还是要重新出来。因为一旦把高光加了，它的整个体感会更明显。我还是觉得这边稍微太深了一点，但是体感是正确的，结构是正确的。稍微太深了，我们把灰阶再提出来多一点，更加强它的这个鼻头这边的形。有没有，我们这个形其实抓的跟右边是很接近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它多了灰阶，多了很多微妙的变化，但是你隐隐约约你会感觉这个形是正确的，跟右边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了解结构的重要，你要先知道它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去背骨头，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子去背组织，就是因为你已经脑袋中有组织的感觉，你自然就能够画得出来，或者是你起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弯的，是转过去的，这个颜色不行。你起码知道它什么地方是这样转过去的，你起码知道它的结构在这边会有，在这边会有一个节点嘛，然后这边是宽的嘛，上面是窄的嘛，你起码都知道这些点，你在处理这边你就能够做得到。好，现在我觉得鼻子像样多了，有没有？因为其实我没有做什么，我只是把结构画出来给你看，然后并且你就可以套用进来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这一边，当然啊，它的颧骨这样切原则上也没错。好，首先有一个是你切得太右上方了，好，你应该再降回去，你应该再往后面降一点，往这边降一点，往这边降一点。另外一个是你另外切的，你要再带一个框下窝的，框下窝在这里，框下窝在这里，你要再带一个框下窝切过去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看一下这个 app， 这个，这里，好，有没有？框下窝，我不能画它，好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里嘛，颧骨跟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嘛，框下窝的位置。好，那再回来这里，所以你这边也会有。好，首先我们就先来把你的颧骨的灰过头的先调回去，不要那么上面，再下降一点。好，重新调出深色。我们画这边并不是只看这里啊，所以你要一起观察颧骨。算了，这边都要统一剪掉。好，重来，来。有没有隐隐约约的先把框下窝先带了？这边其实这个下颌角你画的太直了，其他还要再出去一点。
然后这边的界限不要这么强，松一点。好，重新来回到暗色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牙齿的尾端，后面也有，当然也有咬肌，把它接下来。然后看一下它这边，这里，观察一下它的。太深了，再浅一点。这样子。口轮匝肌，因为这个口轮匝肌被它挤压嘛，所以隆起了。然后接到后方的降口角肌。这边形成一个整块的阴影关系，需要稍微再深一点才能够表达了。从口轮匝肌接出来，这边形成一个整块的阴影关系，这边会微微的接到嘴角，从降口角肌接到嘴角，当然也会再上去。然后这边颧骨下方的阴影接到这边。就已经要很弱了，我们不要再加强了，除非你的颧骨在这边的阴影再加强，因为它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关系。好，再来我们调浅一点，我们往上方前进，像这样子，太浅，这样子带有一点眶下窝的灰阶。我再降一点好了，再降一点，灰阶带上去。当然，这边的提上唇鼻翼接的灰，然后它法令纹的灰，很微妙，只有一点点。所以我们还要再重新调浅一点，要保留它的造型，但是没那么深。当然这里也是。好，所以这大概是你的问题。它感觉不错，我也觉得你处理的气质也不错，但是某些地方还是不够明确，特别是很多草稿的歪斜等等的。好，这边也是一个有点明显的问题了哈。那首先它，好，我们换成红色。好，首先它这样子出现这样子的就不对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它怎么可能是这样切呢？对不对？它一定有一个额隆图、眉弓，那中间的就是灰面嘛，因为它们凹陷了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当然有颞骨，没有错啊，颞线、颞骨，然后才接到后方的头骨，但是不会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那这边要怎么处理？你应该重新向我处理下方这样子，去了解结构在哪里，去做才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拜拜。